来到了最后的两个杯赛，现在滑过去看起来都没活动吧 ？OK， 确认完毕，确实没有活动。那么今天就可以把巡回赛给结束掉了。耀西杯跟碧姬公主宝宝杯是最后的两个杯赛，看一下今天卖什么。我卖两个，新的直接买啦。哦，这个不是新的啦，是我没有，所以要新的。这张票券是，你看我这个超级稀有就是这样子获得的，要么就是这里亲自给我一个全新的，要么是水管给我，要么是每日活动给我啊。那刚才得到的是滑翔翼的，滑翔翼给谁？哦，滑翔翼乱给可以啊。我记得滑翔翼是乱给的，那就给他。OK， 直接开始我们的第一关，好吧？雅典城邦二一般的版本，没有进行任何的加成。泰国度假，雅典哎，怎么会是泰国？剧院是一呀，然后我会把选的罗马进去，这两个不一样的东西。露天剧院，很历史，超级历史。不知道算不算多啊？哦，又有啊，爽啊，当然爽啊！哎，我没放开，这里很多，这里也很多。我有第三名了，我这有看到第一名的，第二名是谁？是你吧？准备接受我的攻击，然后瞬间爽是吧？我不像电脑是个傻，我在半空中放，落地放啊！到底全部扫到外面去了。好，集体狂热，又更爽了。原本就已经吸了很多血，现在又给我更多血。哇，这是谁香蕉啊？Get to the goal, finish it, and I'm the first place. 戴西雨伞，哦，没有，那个是泰国雨伞，应该吧？八 bit 的马力哦，全都是一等，那不用讲，直接派出五等的。曼谷标速加成 RX。逆向又加分，第一种跑法的 RX 版本，上面不可走。Are you sure about that？ 上面不是有放吊台吗？怎么会不可走？啊，不能这样子跳两下。没有啊，上面要从这里走啊，但这里不能走。上面要从刚才那个起点出来，终点出来之后，立马右转上去。可惜是绕远路，我才不能走。
看到地图了。我让我把电脑锁得远远的，没有人打算阻止我再开一个道具。Go， 飞了去21956。21956，创新最佳纪录。第三关是肥皂泡之路 RX 的版本。二阶啊，那跳跃动作。第一圈走下面，第二圈走上面，直接喇叭来，全部震掉。好，红二走上面还比较快一点。那我怎么甩错边了？那就顺带来吃一个优势技巧。绕路了，绕路了。全程加速，好多呀！我已经打到他了，他会不会被我打第二下？看起来好像没有。这里吹风是要干嘛？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25084，新纪录了吧？注意啊，新纪录！连段，来吧！这里连转，哦哟，有连转起来，还好。哇，这个是 X 吗？这个 X 怎么有点宽广？二的跑法，二 X 的跑法。这里可以连上一下，有点远呢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一关可能有点困难哦，因为这一关有点宽广，需要有点技术才有办法。多看吧，懂了吗？
赶紧滚，走。不完美啦，妈的立 flag 了。哈哈哈！哈哈哈 ！No， 第四名第一圈，干还被打，这场完蛋了。太少力那个就是这样子，这个还傻子，干嘞！啊，没打到，第一名去哪了？第一名就要结束了，第一名已经结束了。棒棒！炸弹 beer， 他怎么不叫做 Bomb Army， 那叫 Bomb Bob。因为他刚才直走的时候，我可以让他放走，然后我就提醒你。哇！靠，这个炮竟会炸到我呀！靠背。哎，那个炸弹怎么会这样子没了？总之，我大胆猜测会有三个，即使有一个路人。我还是大胆猜测，这里面会要我们左转的、右转的，然后就直接这样子下去的一条。好，这个怎么建在这里啊？要飞走了，现在赢不了了，现在应该是赢不了。不行，我们要得到更强大的道具。刚刚说这个，没错，刚刚说是这个，不是丢出三颗炸弹的。我们来到第三名，前三名，还没结束，还没结束，不要以为这里是终点线，并还没有。但是现在是真的要到终点，又打到一个人，反超，打爆。他被挡下来了，没机会了，没道具了。他竟然被剑给挡下来。
完美，而且要12000啊！但我成功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成功了。So, 倒数第二关了是吗？毛线不继续打下去就知道了。宝宝公园 RX 版本在橘子里面，然后宝宝公园在橘子里面，然后我们要用 RX 的版本，应该这个意思才对。多少分？告诉我，1797啊！麻烦宝宝派不上场，宝宝无法在那个在联赛里面上场的话，那我就没有打其他身份去了。那我现在制作要开始打。普通跟稀有的不到八等，是为了以备不时之需。因为你会看到我那个等级里的玩家，如果派出稀有或普通的，大致上都已经有满等的。对啊。啊，原来是5000啊。直接看到没？超级管内啊，有泡泡就可以这样子管内。而且如果用我们的单黄龙，可以也不能干嘛，他们也不能干嘛，不能对我们出手。下一关来了，最后一关，一个巨大的库巴，库巴又要来给我们打了，来，派出我们的不是奶油车，是一般的猫车，一般的猫车在这里，然后 stop。这一关的库巴我已经不记得了。刚才直走我还以为他要直接走密道，因为他变大可以直接走掉。为什么我速度比较快？我怎么情况？等一下把我给撞出界啊！哎呀，你给我打到外场去了。怎么一直在丢啊？我弹回来了，我刚才没有炸弹兵啊！半一半我就爆哈，笑死！什么？你竟然还会丢这个？我是虚伪的。还有炸弹，再丢，你看又丢玉龟哦，你看又来玉龟哦，三颗玉龟，妈的这一拳，有机会赶紧到终点去，别再被打了，很好，非常好。最后一个关卡也打完了。
完成了所有杯赛，告诉我这个是全新的。啊，不是全新的，好烂，而且这个我也没在用啊。让劲敌失控300次，可以完成。跑完所有赛道，使出滑溜，80万！哇，这一次999万，好像得不到哎、欸。因为我现在才八百多万而已。好，我们有一张金币，冲冲冲啊！先等一下，我们要先弄这个。然后在这边，这个还没买完，来先买一下。好，这样买完，然后再直接剩下全部抽水管，获得了5000块，500块，10000。好，没有10000。好，还是没有钱。干，给我烂东西。好，没关系，直接走起。漱口水，漱口杯，水龙头。有点困难，还好。赶紧的使用体感微调一下方向。我有听到加速声了，所以这个水流是有帮助我们加速的。等一下，在这边，哎呀，抓蓝金币就够了。这有点多，404块。好了，404块。抽抽给谁？抽抽有在用吗？Max 刚刚好 ，Max， 这么一来，就又多了一个，不仅是等级，还是分数也 Max 了。那么这一个杯赛我们结束啦，那么礼拜一我们要来，把控了。那么礼拜一见，大家拜拜。